这边的游戏声音吗？听不到。你听到我的？你的观众能作证吗？我听不到，但是我怕你听得到。我打个哪个野怪被听到不就对了？哦，你看，大黄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不会当着那么多观众面做这么龌龊的事情。这样啊。刚刚吧，还高。这就是实力。还有点烦。操死你丫的了！你不是说要操死我吗？操你两下够了呀！伤啊，何止一点，两点，我也觉得是两点。那你先到我家。
波我都不知道自己赚了还是亏了，怎么办啊？赚了呀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看着好像也是啊，我感觉我正面已经很有优势的样子。TP 的是果断啊，那我能怎么办？给我杀点兵呗。又开矿了？来呀，我怎么可能开矿？被看见了，不啊，我没看到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没开，所以你也什么都没看到。
连名字，哪里了？什么东西哇？我这个。输吧，怎么可能到三？没有点数。加内战也不是那么关系大，看到三局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哎呀，真是傻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直接退了？我觉得可以啊。航空英雄也是打得好啊。那怎么办呢？
没有经验书？有啊，我忘了，好像是有。这盘其实可以边开矿边打的，没必要拉农民。对，开矿吃慢性死亡，我选择拼一下。主要是 MK 残地板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残地板很有用。残地板，然后还吃了一个魔瓶。而且我是扛的 MK， 所以那个位置踩的都特别好。我是加六力量，加二防。对啊，主要是残地板。如果说升锤子的话，我觉得是这盘有很大概率可以打下来的。有机会打下来。感谢 DGGG 的鱼丸。OK。我在拐弯处就死了一个步兵，一个黄皮，前期打不过很正常。从银榜的旁边有直播公告，然后有音费的新直播间，大家要是还没有关注，去关注一下。同样都是蛋挞秀的，也是一天一人播一天的，你们不订阅就看不到音频直播喽。也来了一波广告的，看蛋挞多给力。是时候给我来个激励加料了。然后大家给两个主播分别送鱼丸。哎，我妈逼！我刚才发现自己傻逼了。我说这句话，我不是告诉他我不再不用冰点了。不，这都是你的圈套。其实你是在，其实你是在工兵的点。你就这么骗我，欺负我善良。欺负我纯洁的，就像一张白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咋不信呢？来吧，继续加油。来吧，这里加料。算了。What is it? On my way. Well. 啊，练机练的就是一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倒是练得很开心呢。我都想退了。那你要不就退了吧？还是要坚持一下。
你是哪个点位啊？怎么还没看见呢？还真的是芙蓉冰点的，但是我练习很失败。我感觉也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要跑去我家了吗？真的是加流之理啊！加久了好吗？我点死你！你别来我家呀！哎，我以为我看到这个步兵，我以为大部队就在，完了，反正是有点。没事，来我家干嘛？这上面肯定摁死你啊！哎呀，关键我错过来的时机了。那个步兵先啊，没杀掉吗？不可能啊！杀掉了呀！没杀掉，经验我经验都没涨。涨了的。还底下啊，边边边。我靠，你都四级了，还可以啊？可以，你应该也三级半了吧？我给了你那么多时间，没有时间好吧？有啊，太难是要摁的。好了。你也是吗？哎呀，这盘运气大大的，你慌不慌啊，哥？Well...
个音乐，好像就给了一个。我操，这个步兵搞得我不敢练，还怪，肯定要练的。我差点我被吓回城了，你就一个人来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咋了？我机器偶尔会卡。我这边得，我把弹幕的也关了，是吧？发现率问题了。够了。这个人手下拿吓尿了。
下六智力太小了，我也觉得，我保护刀是极品啊嘛，还有加六手 ，NK 不要太用。看到你三军，我以为我要疯了，所以我还是拖回来。
搞毛啊！哎。